各位朋友，我是杜森，今天到梁鳳儀。今天就是癸卯年，是年初三。我现在来到这里呢，南丫岛，这是榕树湾啊，是梁鳳儀。是啊，这个榕树湾呢，就是刚才我们在好意思，那里是中环啊。是啊，在中环里面来说呢，搭船来到这里，这里呢叫南丫岛，南丫岛其中一呢、這个地方呢就叫榕树湾。大家看看，嗱，远眼望到嗰度咧，一二三条啊，哇，擎天柱，呢个都是大自然嘅，大家看到啦，啊，特别咧嗱，睇到嗱，喺呢个海旁里边嚟讲，睇呢个榕树湾啊，里边嗰啲建筑物。我冇嚟咗啊！真系讲一讲啊！从十年计啦，大家睇啦，喺码头一上嚟呢条咧就叫做啦，上码头里边嘅，而家咧步行嘅可以讲啦，接码头嘅沿岸嘅可以讲公路又得，可以讲啊。一條走廊又得，嗱咧睇住個車，望一望嗱，歡迎嚟臨南丫島北段嘅榕樹灣。你影到嗰度有啲啊樹林裏邊嚟講遮住嘅圖書館，呢度咧都係叫做啊係南丫島歷史嘅見證。睇啦嗱，環繞一周，影翻個對面。一重一重山，山连山就水连水，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咁啊大自然嘅环境咧，我今日啊介绍世界人士同埋我哋家乡嘅成全家族，呢、這个系好珍贵嘅见证啊，系实地嘅影片嘅资料。好啦，梁鳳儀。你都有入鏡啊！唉，睇啦，嚟啲啦，呢個碼頭嚟啊嚇！哇，認真緊要兩鳳儀。你好。阿姐，我對正你鏡頭先。南丫嗱，你最緊要行開呢邊，我想你啊睇啊。好。冇錯，哎呀，嗱睇啦嗱，我想將梁鳳儀啊，今日啊咁精神，因為今日香港嘅天氣啊。寒唔寒冷啊？好凍啊！幾犀利啩？你大家睇唔睇我啊？係啊！